哇，首先可以看到一出场就非常亮眼，我们的女 model 身上所穿的这一件呢是非常。这一件呢，变化条纹 polo 衫，以独特的跳色设计，上方有红色、蓝色及白色，而且在右肩、右袖还有经典的加州熊的绣图，穿起来不但是非常的舒适，而且很时尚之外呢，再搭配上对比色系的短裤，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就能够成为型男了。另外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我们休闲风想要为大家呈现的这件女款红色 polo 衫，它设计可以让大家在活动的时候更加的方便。吸引多少人的目光，可以看到我们女 model 身上穿的这一件是美式风格的裤，绝对是俏丽有型的表现，太吸引众人目光了。系列